今晚7月19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21点钟。我们一班朋友将会在土瓜湾这个 Unit Party Room 度举行这个掼蛋之夜。掼蛋是现在大陆一种很流行的啤牌游戏。咁就香港好多人都唔識玩，但係開始越嚟越多人會接觸到呢個啤牌遊戲。因為點解？因為我流馬車已經被委任為香港嘅呢個掼蛋俱樂部嘅會長。咁至於邊個委任，亦都點解我會有呢一個嘅接到呢一個嘅任務，要去推行呢一個啤牌遊戲呢？係啦，係好正面嘅，冇任何賭博性。而且是要揸兩副牌，而且當中嗰個遊戲規則，當中個遊戲內容係比坐大啲鬥地主咩德州扑克好玩多多聲，變化好大，格局好大，而且係要好考嗰個智謀，臨時嗰個應變係啦，唔係話即係揸到副牌就係死局就咁樣，係可以不斷轉變，亦都係對家同對家一對二打二咁樣玩，講求默契，講求大家嗰個戰術。咁詳細嘅話，如果你哋想學嘅話，我會教你哋打。咁就咁樣先啦。希望今晚見到你哋咧，7月19號晚，星期五晚，土瓜灣 Unit Party Room， 7點21點。咁就只需要200蚊入場費，200蚊玩4個鐘。咁當中除咗會可以玩呢個掼蛋關單老師之外，亦都可以大家一齊唱下 K， 打桌球同埋玩其他遊戲。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請盡快報名，時間無多啦。先報名，轉數快或者 PayMe 號碼574438957443089，573089，快啲報名啦！當然啦，亦都歡迎現場去 walk in 報名嘅，到時見啦，各位。我都想，我哋兩個一左一右啊！人生終於可以體驗下做香港小姐嘅環球小姐嘅機會，終於。我們一起夾住你，好特別，靚人靚景，還有這麼多美食。新的一天，新的開始。愉快感覺瀰漫清晨，發出資訊盡我本分，與你多麼接近，懷著信念，懷著愛心，尋覓資訊，尋覓最真，神光第一線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流馬車。我亦都係土瓜灣呢間 Unit Party Room 嘅代言人，亦都係呢度老細阿文嘅最新嘅幫人，合作夥伴。各位朋友仔，快啲過嚟 Unit Boom 玩啦！喂，嚟緊我係會幫手搞下氣氛，啊，搞下清潔，勁多熱舞。冇錯，呢度就係我哋土瓜灣 Party Room Unit 嘅專屬場地，呢度擁有非常之齊全嘅嘢 ，sofa 啦。夜晚可以瞓下覺啦，點解呢個啊，大佬？呢個飛呀飛呀飛呀飛，距離相隔九公里 ，yeah， 非常之好玩，適合大人小朋友一家大細啊，男女老幼。介紹下先咯，呢啲有燒烤爐啦，影近少少可以行過嚟，燒烤爐嚇，有炭噶，真係燒烤爐嚟噶。適合多人聚會，係嘛？幾靚，幾靚，幾靚先，係咪先？有台有凳，係嘛？有草地，草魚巾，啊，燒烤台，爐具、垃圾桶，一應俱全，仲有一沓，仲有粗卷添啊！喂。
唔好猶豫啦，快啲一齊成班朋友屋企一家大細過嚟要啲幫玩啦！有個流馬車同佢哋玩啊，幾開心啊！幾靚啊個景，多謝大家。